What's up, bosses? It's your boy Freeman, and I go by the channel name Boss Africa. I'm an editor like that. If you are old here, yo, what's good? If you are new here, hi, welcome. I create content about living in China as a foreigner. Please don't forget to like, comment, share, and subscribe. Follow me on my socials at Quayeb Africa. Ever since I came to China, I've realized that most Chinese people eat outside, and today we are going to find out why they like eating outside. Let's go! Hi, 我是 Freeman. 我是戴静怡. 我叫杨世燕. 我叫张晓. 我叫严泉. 你的衣服好看啊? 对, 这个加菲猫, 加菲猫. 今天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可以。 我想问你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 不在家做饭，但是他们出去外面吃饭。一个是生活比较忙嘛，比较忙碌，很多人就是年轻人工作一天之后比较累嘛，比较累就想不像那么多做饭，因为做饭而烦心，相对来说。我不喜欢做饭，我才会在外面吃饭，因为我嫌做饭太麻烦了。对呀，刀工不好啊那些。 不行，做不来，所以说我可以说是懒惰还是你很忙？懒惰吧。Are you ashamed of yourself？ 我自己的话，一般在外面吃饭，因为我不会做饭。是你很忙还是你懒惰？不是我懒惰，是我自己经常之前也尝试过做饭，但是我发现我做的饭非常难吃，没有外面做的好吃。This is really embarrassing。 因为那个本来我们中国，God have mercy upon us， 特别是我们四川这边疫情控制的非常的好，然后连续像这上一次出现了一例之后呢，已经有半个月了吧，都没有一例新增的。How? How are you telling me this? Do me a favor, please. Get out of here. 因为就是现在很多人嘛，就是离开了自己的家，在外面租房子，或者像这种买的这种房子。然后呢，因为他们的工作原因，可能就不会经常在家里做饭，所以他们就会在公司的旁边啊，或者楼下的那种饭馆面馆吃饭。今天我想问你，为什么很多中国人不在家做饭，但是他们就在外面吃饭？ 可能是外面的味道比较比家里的好。我肯定的是在喜欢在外面吃饭。所以说我可以说是你很忙还是你懒惰？我懒惰吧。就一个人的话，在家里面煮来吃的话不太方便，也不划算，因为你买食材这些东西的话会花更多的钱，然后你外面吃很方便很快捷。 Wha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man? 这个分不同的群体吧，就是，可能我觉得长辈喜欢在家里做饭，因为自己做饭可能会更加的干净，然后，但是呢，像我们这种年轻人不喜欢做饭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个人爱好吧，就是有些人他不喜欢做饭，喜欢做饭人就会经常做饭。 还有一个是因为工作或者学习，就是时间比较紧张，他会选择更加方便的方式，就是出去吃饭或者是外卖。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比较懒，然后再一个是，很多，就是上班的都比较忙吧，特别是中国的四川人。那你呢？ 我觉得应该，一半一半吧，有就是一些比较忙的原因，也有一些就是，个人比较懒的原因。还好吧，我偶尔会在家做饭，偶尔也会在外面吃饭。因为可能职业有关吧，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嘛。中国人一般喜欢吃什么在外面？还有火锅，吃米饭会多一点吧。那你呢？你最喜欢什么吃的？我一般吃最多的就是那个面条，我也差不多嘛，就那些比较快嘛，吃面啊之类的那些东西。那我喜欢吃米饭，你呢？
米饭是中国人每个人都要吃的呀。Just answer the damn questions. 那你呢？我肯定也喜欢吃啊。你最喜欢吃什么？肯定是最喜欢吃的呀。米饭。对。哦，那好。面。吃中餐嘛，就白米饭。米饭。米饭。中餐。中餐。对，就是米饭炒菜。对，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我要聚餐什么的，我可能会选择吃火锅、烤肉，这样的。那你喜欢什么？你喜欢吃什么在外面？你看这外面这些都是我喜欢的，这些。我是南方人，所以说我对面条的爱好是一般的。哦，对 ，like。不能 subscribe。